来人，将其拿下。是。住手！苏朗，我是自愿嫁给顾将军的，你快走吧。我不走。青瑟，你与我夫妻五年，你当真要离我远去，改嫁他人吗？愣着干嘛？拿下！顾云山，你放了他。是他大闹我们的婚礼，你却选择他，背弃我。可是我与他夫妻一场，你这是在逼我见死不救吗？顾云山，你如果今天想让我心甘情愿地嫁给你，就放苏朗走。苏朗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顾云山，我已经好话说尽，你怎么还能如此心狠手辣？夺妻之恨，不共戴天。今日不是他死，便是我亡。金瑟，不要胡闹，赶紧离开。胡闹？好。顾云山，我们今日就胡闹到底吧。你听好了，我和苏朗同进退，这个亲就此作罢。你敢？我有何不敢？站住！青瑟，你为了我当众悔婚，可会后悔？苏朗，我悔婚也并非全都是因为你。我与云深虽然说是有几分感情，但到底人妖殊途，就算是勉强在一起，也未必会幸福。可经过这么一闹啊，我们恐怕连胡族也回不去了。那就不回去了，我对族人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这天大地大的，我们想去哪儿不行？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陪着你，永不分离。不要被杀法术，云深。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，没那么简单。裴国师，我得谢谢你，这九尾狐一直躲在顾云深身边。若不是你鲁莽抢婚，我真不知何时才能抓到他。就凭你吗？你们二人居然诈我！国师大人，莫非是忘了？我们可不是人啊，我们是狐狸，狐狸的天性不就是狡诈吗？哼，那我就送你们两只狐狸去见阎王。要见阎王，得先过我阎罗将军这关。顾云深，你来得正好，送你们一起上西天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剑法，乾坤剑法。
这是锁灵阵，专门克制你的法术。你们是故意演戏，。锦瑟的事，便是我的事。锦瑟的族人，便是我的族人。不过当务之急，我们须得先完成一件大事。什么大事啊？与我成亲。摄魂阵破，的确并不能致死。但是我们这么轻易的就把狐族众人都救出来了。莫非国师根本就没有死？那你的意思是想要引蛇出洞？想要国师上钩，那咱们这出戏必须得够真，够精彩。不成，我不同意。话没说完呢。今天不管你说什么，我是不可能让锦瑟跟你成亲的。若成亲当日，你便跑过来抢亲带走锦瑟，而锦瑟也心甘情愿的悔婚与你私奔呢。顾云深呀，周全，这是北荣图腾。你仗着圣上对你的宠信，在我玄月国横行妄为，图谋不轨多年，如今铁证如山，我看你还能如何辩解？哼，顾云深，你别得意，今日是我一招不慎才落入你手中的。压下去。气质，情一字尽若人知，只怕你心无的太迟，冷漠烟花一世，一向深知情难自知，问及心头憾事，奉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。一爱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，哪怕明日明就消失，魂魄也偏爱到极致，燃尽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仍为你合十。一夜立下的誓，骄傲的不可一世，倘若我们没有来世也恩赐，就相爱到偏执，就梦里到迷失，你是我今生今世相依今世又今世。情与争执，相思如何启齿，情一字尽若人知，只怕你心我的太迟，冷漠年华一世，一向深知情难自知，问及心头憾事，奉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。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，哪怕明日命运将至就消失，魂魄也偏爱到极致，燃尽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仍为